倒来来，我甲你啉一杯。多谢总裁看会起我，钱我收着啊，这顿算乎你请啊，我先回信啦。上好，你是咧讲啥？我着领钱办事啊，做这款代志本来就有风险，是我加落啦，有人栽赃陷害。本来总裁是当卖管我的死活，啊，不过伊煞甲我斗相共。来，总裁，我敬你一杯。同学啊，家己即摆是倒是脑去拍个？小天的有互我听伊甲总裁讲话录音。总裁讲伊感觉足失礼，啊，不过为着厝内底的人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所以讲，我予人追杀，是我一开始做卧底的时阵，总裁就知影有可能发生的代志。我这嘛是应该啦。你竟然愿意相信萧天瑞，就阿咧使啦！你若枉费这段时间啦，我为你就阿咧拼生拼死。迄萧天瑞迄款人哦，伊讲的话哦，会当相信？吼，迄狗都会当飞上天啊呢！而且是安怎会甲王总裁讲话要偷偷录音啦？安尼就表示一开始就要塞人哩，所以超故意讲出一句话去刺激王总裁，讲出伊要爱你听的话，这一切都是断章取义。总裁，是的，是我无礼貌，我无应该相信小天的话。我先领三杯。总裁，上好是今仔刚刚去拍摄，请你卖跟伊计较。哎，还袂上菜啊？酒先喝口啉，先吃些小菜。以后啉酒进前啊，会记先吃寡物件，较袂伤着胃。多谢总裁。这样。好啦，唔管什么误会。讲我开就好啊！总裁，代志唔好，你才是得生死啊！才是，哎，三号，我调来看麦，哦，才是，敢讲你假做是我，去和小天来对杀？为什么你安尼做啦？不是讲要找到证据啊？你搁替我去送命？大早知影安尼，我甘愿予人骂我一世人，嘛无可能予你替我去送命。哦，仁美，你莫搁这尼啊伤心好无？你安尼哦，才是会行袂回家呢。伊是遐尼啊爱人啊，你应该哦，好好甲伊告别才对。叶彩希，你不是跟我讲，单上好生前玩偶，你要跟萧天雷去环游世界，你不是嘛答应我，咱要做伙去海边啊？是安怎你摆好家己一条未来的路？你不是嘛答应我，讲你会过了足幸福，都有大哥哥啊，你的这份温情，真正伤过重。太过重啊！你对我的温情啊，我后世人才敢还你。相会啊，后世人哦，咱搁做兄妹啊，做亲兄妹啊，我一定保护你，袂搁半路甲你放下。
管你哦，搁安怎如，安怎烦，我都袂让因不安。你永远是我上疼惜、上疼惜的兄弟。无唔对，咱就是亲人，后世人，咱一开始就做好姊妹。把这些人还未完成的约束拢做完成，叶彩希，后世人你一定会记得跟我说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哎，唐凤呀，你来行起来啊，你要过温嘞？还有什么呀？你来不要动啦！邱姐是要创啥？啊，已经无人通好送啊，都无效啊啦！哎，稍等嘞，你这个哪有物件？家己一个人对镜头讲话实在有淡薄仔奇怪，但不过这应该是。我会当跟恁讲话上好的方式啦，尚豪哥哥，仁美，你莫安尼面油面干，外裤红红，我敢有遮尼歹看哦？较笑咧啦，佮予我交流一下，以后恁就真正会当欢欢喜喜啊！总算哦，袂佮有人伫咧恁身躯边，一直翻一直撸啊！我甘愿哦，你伫个边仔烦，嘛无想用即款的方式看到你啦。这所有计划，拢是我一个人决定的，甲任何人无关系。是我害你。这是我甲瑞哥的恩怨，所以我家己解决。讲起来，我应该甲恁回一声实的，因为我为着家己的目的，安尼利用恁。我有我爱瑞哥，我着我万分伊。我无着阁承受这两个人了，一直在折磨我，我忝啊。所以我需要做一解解决。我拜托恁，恁莫艰苦啊。讲起来，这是我甲瑞哥上好的结局啊，恁应该替我欢喜唔才对。这是有啥物上好的结局？我想要拜托您，您莫怪瑞哥，莫甲瑞哥生气，好不好？叶彩希，哪会这么讲啊？我唔管啦，惠弟哦，恁即马嘛袂当记住我，惠弟，我听袂着啊，所以我就当作恁答应我。来，大哥哥。你即摆是毋是无想要找我？认为我有甲你骗你啊，对无？而且你遮尼爱我尚豪哥哥，你一定嘛唔甘，有一个遮尼烦、遮尼累的小妹伫咧伊身躯边，一直找伊的麻烦。你用唔着啊！我甲你上爱尚豪哥哥同款，我会同款疼你、爱你。因为有你，我走了。袂当减一分的遗憾，减一分的牵挂，因为我知影我尚豪哥哥，伊毋是一个人啊，伊毋是孤立，伊嘛袂阁孤单，因为有你伫伊的身躯边爱伊。多谢你，多谢你愿意爱我尚豪哥哥。你替我想遐尔多是要创啥？你应该加替你家己想才对。阿哥啊，仁美，我想要画一个称呼叫你，这是我当面面歹势甲你讲的。尚豪是我的哥哥，现在讲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嫂嫂。嫂嫂，义勇哥哥。
就交予你啊，拜托你啊。哥，嫂嫂，等恁看到这个药品的时阵，我一定伫遐另外一个世界啊。等真久真久以后，等恁白头偕老以后，咱就当搁见面啦。对啦，我可爱麻烦恁一件代志，就是可袂当替我把另外一张记忆卡交予骷髅。其实骷髅，伊是一个足善良、足善良的人，所以那是应该。我希望恁两当是朋友，会当好好相处，莫互骷髅一个人孤孤单单。拜托恁啦。哥，嫂嫂，我着先去另外一个世界等恁啦。我伫遮，甲恁讲最后一声再见。哥，嫂嫂，再见。今日咱见面，我有发现你有一点真奇怪，就是你会袂记得一部分的代志，你家己敢有感觉？我直接讲啊啦，之前你都怀疑你家己真正的身份是高志良，而且你讲你找到真侪证据啊，啊，不过在你证明之前，你就昏去啊，醒过来了就变到即马安尼啊。歹势。恁拄则讲的代志对我来讲实在太离谱啊！啊，不过我相信你毋是编故事的人，即个代志我去调查清楚的。你就已经调查过啊，就是因为你去调查过啊，才会出种变化。有人在控制你的记忆，假使讲你继续调查，无你看你阁袂记你找到什么证据啊？假使我去调查，我哪可能遐简单放袂记？那我问你，你敢袂记你爸甲我讲过？你怀疑你迄无去的查某囝爱将，毋是你的囡仔？爱将出事半年了后就发生意外，迄时阵拄好是志良着情暴露海时阵。你若真正是高志良，爱将就无可能是你，啊，搁有你的太太生啊。除非我先证明我就是高志良，即摆恁讲这拢无意义啊！到底用什么方式，我袂记一切，唔凊彩讲讲的，就当承认的，一定要有证据。就讲你今仔个就袂记哩啊！恁今仔所讲的代志，我一时真正无咧接受，敢会当花一段时间思考？今仔见面就咱三个人知影，只要卖讲出去。拄则恁所讲的奇怪的方式，应该无机会消除我的记忆。我甲恁保证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好，就算讲你明仔载袂记哩，我也袂放弃，我会继续找你，继续甲只同款话讲予你听，一直到你想起为止。